有人告诉我，天使是没有性别的。刚出生的小孩是天使，也是魔鬼，都是社会给予了那些无聊死人的、糟透的刻板印象，造成所有的负担。也许天堂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吧，也许地狱……算了，我也看过了魔鬼，也不再害怕那些所有的负面的情绪。我要的到底是华丽的闪亮钻石，还是朴实美丽的花朵？我们常常只选择自己想听的话，想看的风景，想爱的人。当拥有了一切的美好，却又同时感觉失去了所有。当我们不幸成为他人评论的对象时，也别忘了先照顾好自己，不要让流言蜚语成为压垮自己的稻草。我是彭妹，我是林洛的客家人，我的梦想是做一个什么的。我是林林爱叔，今天故事是某年的老祖沙堡马甘纳尔的。其实我很多梦想，我之前会把我梦想全部写在本子上，可是好像不是这本，就希望可以当模特啊之类的。我的父母亲比较不能接受像我这样子的状况，就他们对像我这样子很低，而且他们会觉得很丢脸。现在还会吗？会啊，他们会觉得很丢脸。国中的时候男生啊都很幼稚，啊那个时候我就还是男生装扮，可是就很娘，然后他们可能就会骂我笑我娘娘腔啊，然后欺负我这样，然后也会。偷跟我去上厕所，他看我尿尿家。对，因为家里是头目的家庭，所以因为我是长子啊，我还要继承，所以爷爷可能觉得我应该要变，就是应该要比较正常一点。我从小家人也是灌输，就是灌输我还是男生，我本来就是男生，可是我的心里就觉得我是女生。可是，我觉得当男生没有比当女生快乐。泡到那里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女生也会有钱。重点是我还不是女生。对啊，我干嘛卸妆好了啦，卸妆也忘拿了。你觉得你扮女装，别人看得出来你是男生吗？声音吧，声音是个大破绽，我觉得外表还好。OK， 美丽的眼妆就这样诞生咯。接下来要来上一点腮红，给我阳光少女的气息。Thank you.